所以呢就唔应该尽量避免啦。另外呢一啲食碟啦，我介绍几个啊。有一个眉豆薏米嘅瘦肉汤，它的功效呢就可以健脾调中、利水消肿同埋通畅小便。用的呢就是眉豆一两、炒扁豆一两、生熟薏米一两、赤小豆一两同埋瘦肉适中红咗四啦。适用一啲湿邪较重嘅人士。而第二个呢就是心灵白术补气汤啦。党参一两、茯苓一两、白术五匙、黄芪五匙、龙眼肉一两、红枣五粒、瘦肉十色两。功用呢就是补气养血啦、升阳除湿啦，适用一啲呢脾胃比较差啊、气血不足嘅人士。